福建省呢，有一位张文启啊，跟周某呢，周某人为了逃避这个盗匪之难呢，一同到山洞中呢避躲避。<coughs> 那有一位呢美女呢，比他们先到这个山洞内避难，看到有男人来。 就仓皇的呢，想要离开。张文启就说了：“你出去一定会遇到倒匪的。我们都是老实人，也是逃避倒匪来到这个地方了。你放心，我们绝对不会侵犯你。”到了半夜呢，这个周某人呢。 有好几次想要奸污这位美女，张文琪呢，尽量阻止，尽力阻止。到天亮的时候呢，张文起就带着这个周某呢，一同下山呢，去打听消息。他目的呢，是要把周某带开，让那个女子呢，可以安心呢，待在洞里面的等消息。 等到他们出山呢，打听以后知道道回已经离开了，于是呢，伙同村里面的这些父老呢，一同到山洞中呢，详细询问呢，这位女子呢，她父母的姓氏以及所住的地方。张文琪呢，赶快就请村里的父老呢，送她回家。过了不久。 有一位黄姓人家呢，准备了很多嫁妆，就招纳呢张文琪为女婿。这个女子呢，就是避难山洞中的那位女子。他父亲呢，为了感念张文琪的恩德，所以呢，招为女婿。后来生了两个儿子，都重视呢当官。